아유. 扔掉的是什么来着？胎盘吧，是吧？撒点料哈，要不然这个肉滴点辣椒油。好，刚煮过吗？煮过了。大家回来了吗？ 刚到家了，昨天才到家，今天就让他回来。昨天出去吃自助餐了，嗯呐，反正出去吃芒果酱。 公公让吃，公公让吃有点。为了2毛钱也是拼了，2毛钱老爹谁干呀？2毛钱我可不干，真的话。厨师做的肉麻醉。 加入粉丝团了，谢谢老铁。再上一盘肉呀！如果是你，你也会干的。 人反正是都免不了俗，吃这个拍视频吃剩的甜品。今天好漂亮，谢谢老铁。喝在哪里的？喝在牡丹区的老铁们。 几年，喝着没有，所以去的几年。它是这可以直接就扒开了，不用切，应该是。不行，还得切。海底捞了吗？海底捞不是自助，大肠是道具吗？是的。嗯，水倒了。分一分嘛，这个蛋糕。 弟弟吃一块吗？迪安子，迪安子可以吃的，这个叫什么塔？我的妈！看，哪个牌儿？老徐，今天好可爱是吗？我的意思，我现在想发，真的是。 好，吃吧。不懂欣赏。弟弟胖了些是吧？胖，我弟弟真的胖了，挺好看的还。
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没那么帅，现在帅多了。嗯，毕竟上大学了嘛，目前为止我们家还没有一个大学生。赵博那是他们家人，跟我不是家人。表弟咋那么帅哈，帅吧？表弟是赵博的表弟吗？不是，是我的表弟，是我姑姑家的。看这个好看吧？我会上吗？有，这个会上，没房了。哦，在这里。嗯，表弟多少岁？表弟的话，零二年的话应该是二十二吧，啊，二十岁，才二十岁，老铁，耶，yeah! 我九二，我三十，他二十，嗯，小的时候啊，都是被我抱大的，看见没有？这些弟弟妹妹，嗯，都是让我看大的，不大，老铁。我小时候没少看着孩子，下面一群弟弟妹妹，真的。堂弟堂妹，嗯，你抱着先，嗯。我十岁的时候，他俩刚出生。从表弟出道呀，那直播间里如果有那个星探的话，可以发掘一下。